这一场街装作 free。吃，一定要吃哦，来这里。哦，不吃吗？好看，好吃。对。好吃。好吃，哇哦。太大了。嗯。自己应该蛮喜欢bling bling的，看自己拍这一个。榴莲糕你敢吃吗？榴莲。这什么？这个多多，那你可以选择有榴莲的味道，或者是呢，就是刚才你吃的那个板蓝叶的味道，刚才你闻的那个味道。对，没错，拿着这个，你拿着多多，这个你一定要吃哦。韩宇哲他们过来，然后我就请他吃这一个，但是是榴莲味的。韩宇哲一开的，咬一口就。真的，真的，然后小众就超喜欢的，小众超喜欢吃。我姐都超爱榴莲的。哦，这里应该买一些回去给他吃。咬不了。不要对他太好。这里。我真的想买哎。好可爱哦。真的有喜欢你。可爱哦。好恶心哦。来扮一个日本武士，对吧？对，我就看到，在那个，我更紧张，跟他 PK， 我贼过、啊。他们是就是可以点唱的，对不对？请许愿。